气本来就比较寒热，所以做冰呢绝对不是寒热的，就热了，对，就是热，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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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热。它正常版是这么大，这么大。然后我们因为快速版，快速就是米小小小一点。那今天带来的是芒果口味，叫芒果麦斯跟嘻哈帝国。你们能在偷吃，我也想吃。拿起来的，哎，我以为它是双麒麟，结果它不是，它不是气势。我跟你讲，它是我们全台唯一一个可以手拿的雪花饼，手拿的哦，边走边吃很方便，非常的方便。那老板，我觉得他有一个地方很赞的地方，因为我们高雄地大嘛，那老板刚好也有一块地自己在种水果，水果，对，真的，所以他是自己种，哇，对，自己种，然后自己卖，是超甜，哎，他们吃到地道里面吃到颗粒，对，是不是？因为这老板他自己制作的嘛，那包括他这个芒果也是自己种的，芒果棍，然后芒果酱也是自己熬的，哎，所以他有西瓜，还有哈密瓜，哈密瓜两个结在一起，对，嘻哈帝国，他的这个气势啊，上面这个也是他自己的，甜咸对，甜咸甜甜，他自己用的，上面是气势，对，你看老板超级有诚意，不止这样子，各位，老板诚意到他从高雄北上。我本来是智商心理师，智商心理师，现在重兵疗愈大家，后来发现智商心理太难赚，啊还要听人家倒一堆垃圾，抱怨东抱怨西，每冰大家吃得开心，对啊，疗愈心理比较快，吃完心情都好起来。哎，这下面还有这蓝蓝什么东西？那个是蝶豆花果，雪花冰是自制的，看起来好喝，一来很漂亮嘛，二来是大家手拿着在外面走的时候，它就不会融化。因为他握到的不是饼干，你的芒果非常好吃。你也是有在大袋芒果吗？家里面有家，家里的，对，我用家是仿的，对，谢谢。甜豆花冻比较没有甜味，这样才不会腻。对，你很懂内行，内行。录着我已经吃饭完了，很好吃，真的吃到没停过。这整个搭配方式是你发明？我自己搭配，因为冰砖也是我自己做，所以我要试那个味道。而且怎么会想说上面不是放双麒麟？一般来讲，对，都放冰，没错。那怎么会想说气？太甜啦，就是你双麒麟加上雪花冰，你就冰加冰吃了就太腻，没有感觉。没错，对啦，就是吃了甜点就想吃咸的，吃了咸你就又想吃咸的。水果加一点点咸，它水果果香会更浓。难怪我可以吃那么多，因为它吃了不会渴。你真的吃了没事，快抓完了。而且你不需要心理智商了，为什么？因为来吃你的冰，哎，心情就好了。对啊，疗愈了。对啊，在高雄的哪一条路？我们在战二库，对，在战二库博尔基地。OK， 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雪花冰，哇，天大成功！